超过60万人会进入花莲，从我们所有火车票订票的情况以及公务的流量，我们会做好最顺畅而且最热闹最有年味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带给大家。我们不只会做好整体的交通管理以及地方的治安的稳定，我们花莲县政府会诚挚的最热诚的欢迎大家，有任何需要县府服务的地方，随时拨1999就可以由专人接听，立刻解决所有来访到花莲的好朋友所面对的问题。